我们过去讲这个觉，什么叫做觉啊？那大家都历史会想到觉察到什么东西，或者要看到什么东西，观想到什么东西啊？我是希望今天有机会再带大家体会一次什么叫做觉。那虽然已经过去的读书会也有带出来啊，但是我认为它这个太重要，跟我们大家想的。确实是颠倒不一样，所以我还是想从这里面，从这个题目去切入，一样的，大家闭着眼睛，好吧，我们把心收回来。看着呼吸，一进一出，都观察到。试着退两步，退到后面，退到背景，进出都不去管它了，随它了，呼吸随呼吸了，跟你不相关了，跟自己不相关，进来也好，不进来也好。都知道，都不知道。无所谓，懒得去理他，懒得照顾呼吸，或是观察到任何东西，什么都不去管。再退两步，连觉察到什么东西都懒得去管，最多只是停留，轻轻松松，在一个为知，好像知道不知道的这种状态。觉察到什么不重要，觉。轻松、原始、不费力的觉，觉察到什么东西都丢掉，不去管它。声音丢掉声音，想到什么丢掉什么。闻到什么，放掉，全部都不去管它。清楚的觉，又轻松的觉，
任何念头来，不去理他，看着他，让他来，让他走，甚至连这个见证都懒得做，连看都懒得看，一切跟你不相关，占的一体什么都没有，而你就是他，你就是一体。有什么东西还值得看、值得体会、值得想、值得观想、值得听、值得感受？有什么东西值得？干脆不去理他，连让他来、让他走这种念头都是多余的，不要去理他。连不要去理他都是多余的，本来跟你就不相关，就是理他也没有用。瞬间跟瞬间突然接不起来了。现在这个念头跟接下来念头断层了，断掉了，断结了，没有东西可以接起来。因为没有办法接起来，突然瞬间永恒了，而永恒的连结倒不是念头，最多只是觉，只是这种为知、不知，这就是 eternal now， 永恒的现在，永恒的当下，永恒的瞬间，它不是靠念头。这就是无梦深邃，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一个人醒过来，睡觉的时候都知道，知道什么？最多只是觉。觉察到什么？什么都没有啊，讲不出来。讲出来了，那是念头，那是做梦。懂了这几句话，一个人醒过来的时候，自然可以进入无梦深邃，那时候就随时体会到永恒、无限大的意思、一体、心、佛性、主、神、一切。怎么来就让它来吧，念头想走就让它走，跟你一点一滴都不相关。你突然会发现，来到这读书会，或是听到读书会，或是读这个全部生命系列，其实作用不是你理解什么、知道什么、觉察到什么。刚刚好相反，颠倒的，最多只是这个场
这个生命场，这个能量场，这个螺旋场、意识场，你接触这个意识场，你已经达到一个共振，心跟心的共振，心跟生命的共振，心跟内心的共振，最多只是这样子。假如你参加这读书会，想得到什么，想听到什么，理解什么，又走错了，又 miss 掉了，又把自己带走了，什么也学不到。所以难就难到这里，简单也简单的这里。跟你理解不理解、体会不体会一点都不相关。假如懂到这些，你自然就坐在这里，在一个轻松的觉、自在的觉，而这个觉你可以定10000年、100万年、1000万年都可以定下去，这就是大定。觉就是定，定就是觉，觉就是你的本性。你的本质，你还没有生出来就有，走了以后还是有，就是这个觉。倒不是觉察到什么，是觉，觉连一个见证都不是，见证已经又是下一步了，已经又是在这个二元对立打转。觉是轻松的存在，在，连这个在都是多余的。知道一切一切一点一滴，没有一点一滴跟我相关，跟我真正的自己相关。所以再怎么讲呢？还有什么话可以讲呢？有什么好分享呢？这么一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不过？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去追求？而你放过了一切，这个命还在，你还是可以硬做，而且硬做得更好，因为就是你不相信这几句话，所以放不下，永远抓着一些东西。认为很珍惜的东西，认为是真的东西，永远放不过。这个身体也放不过，别人也放不过，生命也放不过，生命的价值也放不过，追求也放不过，一切都放不过。因为你认为这虚拟的世界是真的，就差在这一点。因为你随时在觉察到 something，觉察到一些东西，而你不知道，你觉察到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幻觉，是个头脑的运作，把你带走了。你本来有个觉，最纯、最原始的觉，随时在等着你，而你没有注意到它。放过这身体，它好得很。它该到洗手间，该讲话，该吃饭，该硬座，它比你刻意去规划做得更好。你相不相信？又没有烦恼，又该做什么做，做什么，不是很好吗？但是。我担心你信不过，所以还是有那么多痛苦可分享，可受苦。假如懂了这些沉浮参，任何修行的方法都是多余的，连收恨。连 I am 我在都是多余的，因为你已经就是他了，
竟然是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都不要睁开眼睛，轻松的停留在觉察到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多只是觉。I am alive，我是活的，我是自由的，我没有束缚，这就是觉。什么观念都没有。什么都没办法绑住我，连一个灰尘都没有，跟我都不相关。我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我选择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需要。我最多只是在。我哪里也去不了，因为我到处都在，还需要去哪里？我什么都知道，而我这个知道，跟人间的知道一点都不相关，因为它不成比例的小，我不需要投入到这人间。我什么都可以做，我的潜能是无限大，而我选择什么都不做，因为从任何做都是限制。所以我最多只能放过这身体，让它自由，跟着我一起自由。他想做什么做什么，这生来的一切注定，就让他完成自己吧，不要再去干涉他。这么一来，全部的修行大法门已经都修过了。一点都剩不下了。讲到这里，我还是担心你们几位大家还是听不懂，听不懂就还是继续练习吧。总是有一天会突然懂，突然懂了，发现过去全部所理解的、所追求的都不正确。都是走歪了。都不要睁开眼睛，停留在觉。我这里请我们同事梦怡、陈梦怡，把未来的一本书叫《时间的陷阱》，里面有一些练习，因为这个练习已经。假设大家已经有相当成熟，有过去已经有练习了，我才会带出来。假如没有练习，过去都没有做，也是相当可惜。我还是希望大家回到全部的你，从那里开始着手，试试看看大家这样子可不可以投入。梦莹，你就带着大家还是闭着眼睛，透过觉，轻松的来听，来体会。好，这个是《时间的陷阱》第24章的练习，放过一切，包括身体。放过一切，尤其自己的身体，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练习方法。一早刚醒来，或夜里入睡前，把身体每一个部位产生的感受，无论是痛、舒服、沉重、麻、痒、酸。温热、冷，甚至有时候说不出是什么的感受，只是感受，轻轻松松的观察，接下来选择放掉。放掉的方法也只是提醒自己，这些身体的反应和感受，还是离不开小我，而这个小我跟我们永恒、绝对、
非时间的状态一点都不相关。一天下来，会自然发现，其实我们可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念头或感受好谈，反而还可以过得很好。一直到睡前最后一刻，假如有念头、有感受，一样提醒自己，有任何感受都知道，而都把它放掉，不断地提醒自己，从来没有跟绝对分手过。我在全部的你这么比喻，一个人是圆满的，就像张开的手，是放松、轻松而爽快的。绝对非时间的永恒是打开的，是开放的。我们不断观察自己的感受，放掉，再观察，再放掉，自然会发现，只要有任何念头、任何感受、任何动作、任何观念，最多是带来一个层面的萎缩，就像原本张开的手握了起来，把自己局限到一个角落。一个人假如随时可以见证自己的念头、自己的动作，我相信再次看到这张图，体会已经完全不同，自然知道非时间的永恒是最简单、最轻松、最不费力，一切人间的经过反而是费力，是全部烦恼的来源。有时候在念头或感受上难免踩不了刹车，比如哪个部位正在痛、不舒服，或内心有很沉重的压力，这时候可以加一个餐的功课，提醒自己，为谁有这个身体的感受，谁还不舒服，谁还心里闷，谁还在意有没有身体，有没有感受，答案又只是我，那我又是谁？好，轻松的停留在觉，你自然会发现，停留在觉，一个念头都没办法起伏。所以接下来什么练习都不用做，提醒都不用做。假如一个人随时可以停留在觉，发现连这个世界都不存在，我更不用讲，也都不存在。所以沉浮也好，参也好， I am 也好，任何练习都变成多余的。一个人已经老早回家了，他是住在家，随时在家，再继续在家，什么都不需要了。就是因为偶尔一个念头会动，会起伏，所以我们才要把这个念头带回到心，才会有个功课可谈的，才有个参，有个提醒，谁有这个念头，或是把这个念头交给主，交给自己臣服，是这么来的。假如一个人随时本来就在觉，其实会发现这些功课已经都是多余的，不需要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有那么多提醒，就是担心我们一睁开眼睛被眼前东西觉察到什么东西带走了，所以我们才要踩一个刹车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发现这个肉体还是可以硬做，还是可以做，甚至就像前面讲的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的。过去我用心流来表达，用各式各样的语言来给大家信心，但是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的，就是那么简单，看大家可不可以信得过。觉就是最源头，
最原始的意识的观念，我慢慢睁开眼睛。这样子讲可以听懂吗？什么叫觉？倒不是觉察到什么，这个区隔可以听懂吗？觉是个绝对的观念，觉察到什么是个相对的观念。这样子可以听懂吗？什么是相对？什么是绝对？绝对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的，无限大嘛，或者无限小。相对是用我们头脑。你记得我在好像在定还是哪里有做解释？三个点，我是中间一个点，比如说是 A， 眼前两个点 B 跟 C 做比较，互相比较。这比较是，但是要有第三个点才有个基准。才有个比较的一个对象，啊，是这么来的。我们相对是这样组合的，是我们头脑的聪明，头脑的观察力啊，觉察力。绝对倒不是用这个语言可以表达的。所以我们的本事，我们头脑再怎么发达，它没办法体会到绝对，永远体会不到绝对，因为它在另外一个轨道。你再怎么去想，越想越吃力。越吃力越远，其实讲远也远不了哪里，它随时都在重叠，都跟相对重叠，绝对是离不开的，没有绝对，没有相对。对，讲简单也就是那么简单，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听懂，用一个语言小孩子可以听懂，但是对我们大人为什么会那么吃力？因为我们头脑比较发达。聪明嘛，比较聪明，这个相对的逻辑发达的太先进，太成熟啊，就是我们大人的聪明，所以听不懂这些话。用头脑，它是带来悖论 （paradox）， 矛盾，矛盾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的脑是设计来懂相对，不是来懂绝对。是永远听不懂的，这种听不懂是合理，我常常讲是合理，不要担心现在听不懂，或是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为什么我会用声音带着大家这样子啊？读书会就是用声音，而且我最近一直想用多媒体 multimedia 的方式，因为念书读书它是透过很多很多处理，很多加工，我们头脑这个神经转到后面的神经，甚至还把我们眼前的东西要把它颠倒过来，又再颠倒回去，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啊荧幕嘛，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才有个画面。经过这些处理，它是经过左脑的作业，它是一个逻辑，一个相对的这个啊比较才成立的。而声音不一样，声音它是透过一种互动。它本身是有一个能量的啊，一个震动，啊，声音跟我们的肉体很接近，所以声音它是很直接。为什么我讲说声音直接可以穿到心，啊，像个针一样的，像个剑可以穿过心，就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好多朋友哎读一直读不懂，但每一次听，哎呀，感觉很简单，就听懂了，但是听懂什么，自己。也讲不出来，好像就感觉有个共振，感觉哎，这个让我得到一种安慰也好，让我得到一种共鸣也好啊，是这个意思，
就两个是不同的层次，两个不同的层面，意识的不同的层面，声音比较容易带到一个一体，带到一个绝对的范围，那字比较难，但是不能小看字，字是我们逻辑，逻辑是用透过字跟字的区隔，讲话也是用字的区隔嘛，来组合的，所以这时候假如可以把两个都组合，又是一个左脑的逻辑，用字字母，字的用意，字的意思 meaning， 再加上这个整体的意义 intention， 然后再加这个声音，直接这个震动，那这不得了，它的作用为什么会那么大？就是这样子，是所以我在讲这个时点是我们最难得最大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错过以后，可能突然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命不顺，你们被我骗来了，就是骗身体有疾病嘛，被我骗来了，骗进来了，巧合啊，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叫巧合，是注定的，是注定你们一定会跟我见面的，或者我们大家这样会面的。说不定身体好了，或是命转了，感觉不重要了，失踪了 ，sayonara， 大家不见了。但是我很有把握，也许我们再也不见面没有关系，但等到那一天，你最后一口气，那时候会想起来，那时候会后悔，知道有个种子到你的心中，它在发芽，只是自己不知道。到最后一口气，那时候还会想，这一生哎呀，白过了，或是忙过了，或是忽略掉了，无明过了，但是还是会回想过来，这是我相当有把握。所以为什么说这条路是没有回头路，因为你心被点到了，你不管头脑怎么去盖住，就像云一样的怎么去盖住，总是有一天这个生命或是太阳会发出来，会透过去，就是那么直接，我跟大家这样子分享。因为你的心知道，你的心过去听过这些话，知道我讲的都是真的，但是你的脑会去抗议啊，好像 ，Are you sure？ 你有把握吗？或是好像，好像你，他又是科学家又是医师，怎么会讲这些话？啊，这一连串的这个质疑就来了，这是我们脑的作用。很可爱嘛，脑就是会，甚至或是会骗你说，好吧，你去走修行吧，你走修行40年50年试试看，也在骗你哦，因为有个东西叫做修行可做的，我们脑就有这个本事，就是因为修行不来，一体怎么可能修行来，怎么可以让你找到，它本来就是你嘛，只是你不知道，所以它也来骗你，这个脑会有这个作用。好吧，你就去苦修吧，专修吧。啊，明明知道你修不来，但走一个冤枉路，到时候失望啊，我这一生白过了，浪费了，等啊。就脑不是你的朋友，我接下来这个帮我记得，脑不是的朋友，不是你最亲密的朋友，好了，这样行。就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骗走了，骗过了，很可惜啊！因为我们人的聪明，反而让我们把这个聪明盖住自己。所以啊，我常常会讲，我在国外这一路，我想跟我接触的人都晓得，我其实很少有行程，什么意思？大家认为哦，全部都是这大概知道 more or less 什么时候当要跟人家约，也不能没有完全没有行程。但是我走的那一天，大概飞机票都没，可能没有，因为
每次在改，所以自找麻烦嘛。假如到飞机场刚刚好有一个飞机票在等着我，我就知道该去那里。这个你们听感觉不可思议，但就是这样子，多年来就这样子。所以到地啊，有时候到瑞士啊，跑到加拿大也迷迷糊糊不晓得在做什么。一到那里好像有人在等的，就做一个 retreat 啊，做一个这个专修啊也好或什么。那所以在国外，我常常跟朋友分享啊，用英文当然。If you only knew who you are， 假如你真正知道你是谁的话，那不得了。这个比个地震、比个海啸还大的这个力量，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不知道自己是谁，认为就是自己是个小我，好可惜啊。忽略又一生忽略掉了。这不是说你真正知道你是谁身份你就骄傲 ，no。假如你有骄傲，还有一点骄傲，你其实你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就是这样子，这是最可惜的。你什么也学不到，我讲的这些你也就是要懂。只要你讲说我懂了 ，no， 懂我不希望你懂。我希望我们办这个活动读书会，你走出来以后发呆讲不出话来了。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了？他讲什么？ 想不起来。假如有这种现象，恭喜你们，你的心已经就像一个针已经扎进去了，也不是你理解什么，只要你理解什么，头脑的作业 ，I'm sorry， 啊，就是这样子简单。但是这是听的好像还是理论，就是真正要体会，就发现是那这样子一来，身体有什么疾病，再怎么灾难、困难，一切都 OK， 有这个勇气，一切都 OK， 掉的眼泪。我们人总是会碰到一些悲伤的事嘛，家里面或什么掉的眼，外面掉眼泪，心是什么？宁静、平安，没有事。认为可不可忍？那这样子的话，大中小事我们不去区隔，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没有什么事比什么其他的事更不重要，一切变成平等了。没有事，没有什么问题。博士，我刚好早上就是我们的同仁哦，有在转达一个读者的问题。那这也是我自己就是会碰到读者在问的。那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博士，你怎么那么能够确定知道说我们就是神？你要不要帮我回？就是我知道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神，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我，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知道，所以我才知道我们就是神。这样可以听懂吗？一体是圆满的，讲一个更透彻了哈。一体是塞满的，全部都是一体，它不会让有空间允许再有另外一个体，叫做小我也好，世界也好，宇宙也好，没有个地方，没有一个角落不是一体，没有第二个体除了一体。所以这么讲，我们怎么可能不是神？反过来是这样子，假如不是神的话，那才是矛盾，才是违反全部宇宙的法，是刚好颠倒。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本身带来一个矛盾，因为把这个神跟我是区隔的。我们一般讲神是在上面另外一个体，佛陀跟我分开，
上帝跟我分开，耶稣跟我分开，什么什么什么跟我分开，宇宙跟我分开，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假如没有分开，这个问题根本本身不存在，它本身是带来更就是只是矛盾，给自己矛盾。一体没有矛盾哦，有矛盾的是人。你看，连动物都没有矛盾，吃饱了休息了，有其他动物把它吃掉，它也就让步，没有事。人是最麻烦。看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来，后面你先可以等五秒吗？哦，来，对，我在开玩笑，我跟他聊起。博士你好，我有好多问题。第一个，刚才博士讲那个声音，讲大声一点，你因为有麦克风，但我们这样听不到。那个声音的频率跟人体比较接近哈，那声音可以很直接到我们的，刚才博士说到心嘛，那现在声音哈，它我自己觉得，声音总是我们发出来的声音，另外一种是我心里念的声音。那这两个有差别吗？对你的脑有差别啊，这样可以听懂吗？嗯，对你的头脑也有聪明、有区隔、有分别、比较，还有什么用词？我看，所以有差别，最多只是这样子。声音，你现在想表达的意思是说，自然是人发出来的，它本身是个工具啊，是不是里面还有更深的意义，就一个里面有更深的一个层面，都是头脑的作物，头脑的产物，头脑的作业啊，本身没有什么代表性，声音也没有什么代表性啊。唯一的我们这里想转达的是什么？我们人有好多层面，我们人是能量，好多层面，有一个层面叫做肉体，我们大家看的互相肉体嘛，我们五个感官所得到的这个资讯。但我们人有很多其他的层面哦，情绪啊，有意识体，对不对？我过去也会常讲说，有外星人来的看，诶，说不定你跟我中间没有差别，会可能看中间我们看有一个距离嘛，啊，有个空间，从我这里比如说有30米的空间，你在我前面20米好了啊，10米好了，但从另外一个外星人，他比如说他有100个感官，他中间可以体会到我们现在人体会不到的，他会发现，哎，我们中间其实有 something， 有个场啊，啊，有一些个互动啊，有一个啊，就是中间有东西，只是我们人认为有隔离的。所以因为我们人有好多层面，是好多层面组合的，所以才会讲说这个声音了啊，它带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一个能量的层面。我们人就是能量一个螺旋场，而这种共振，只要你在这个场，你已经受到共振，这最多只是表达这个，表达这一点。所以前面才会讲为什么古人了哈，从古人到现在都会讲什么叫 sat 是什么？是 being， 是在 sun 是 company， 是在一个在的旁边，在一个周边啊，跟着在这样子。当然后来是演变什么？变老师，就是一个上师，一个圣人，或什么什么这样子的这种关系啊。沙僧，我很不想用这个字，因为这个会常有时别人会延伸啊，到想到别的地方。但是他是来表达什么？就是个场的观念。很多人认为说 ，OK， 我理解什么？我到找哪位老师？我去。他讲这个法通不通或什么什么什么，我听我用逻辑哦，通通就是老师好，或是不通这个老师不好，
这样子去判断，所以我们用头脑去判断。其实真正的成熟的修行者知道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进入一个场，因为这个人有这个体，而彻底的这个一体通过他再反映出来，再投射出来，他已经没有阻碍了，所以从一体通过他散出来，所以这个场是特别大，频率特别高，你进入这个场是有一点作用的，很大的作用了，可以这样讲。最多只是这样子体会到这一点，可能是通过他的声音，可能是通过他的行为，通过在没办法形容出来的等等等等，声音也是只是这中间一小部分，是这样讲，你看有没有矛盾，所以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代表性，就是这样子。但是假如不理解这些，我担心我们在读书会大家好多朋友就在抓这个细节啊，甚至可能会越懂了会听到越多矛盾。诶，John， 我是我啊，我不要叫我什么博士什么。你前面全部的你这么讲，等到后面，在这个头脑的东西，你怎么又这样子讲？两个我对不起来，甚至有矛盾。接下来会这样子哦。那当然，我的解释只是层次不同嘛。我站的有讲这样子，但是再讲这样子都是一样嘛，但是对脑就会在会跑出来矛盾，抓这个细节，很多朋友是抓这个细节，甚至我看还有朋友抄笔记，我们在读书会，有时候这个看好多朋友来好用功抄笔记，我都不好意思讲说我这样没有什么没有价值的东西啊，你好像写这个我在胡说八道啊，你写的笔记好像叫我过不去，也不是在那里着手，你放松不写笔记你才可以用心在听，其实也不是在用听，又是个比喻，它在感应，心在共振，共振什么谁晓得，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啰啰嗦嗦啊，把你的问题带到另外一个层面，你又上当了。问 A， 我回答 B。你看还有什么？换另外一个朋友好了，抱歉，我今天罚你。我看这个有没有啊？你要不要讲一句话？有什么问题？没关系，可以讲。这样子我们有完全的代表性，有年轻的男女，年纪大年纪轻，要不要？想不想问什么？好，没有问题最好。你看还有谁后面？随便，不要，我这样子。那博士，我先自告奋勇，我来表达一下我自己对于觉的这个练习哦。其实好几次的读书会，我们都已经不管是睁开眼睛或是闭上眼睛，我们都做觉的练习。后来我在读书会上面，即使那十几分钟甚至半小时，我都觉得很有心得。可是后来我自己落实到我的生活上面，我就发现非常的困难。即便是我在走路，面前走来的人，我都要判定，哎，这个人穿的衣服好像不太对劲，怎么这么热的天气他穿了一件毛衣，然后这个人为什么他的背就是斜的，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要做到这个觉而不带任何的批评跟感受的时候，我才发现是非常的难的。那我就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头脑从小到大，也许这是一个我们训练的过程当中必然的一个结果，你必须要有这样，就像您一直在讲，我们必须要有摩擦你才会有一些分别，你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或是在人间上面生存下来。可是当我们发现
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不要的时候，你要把它丢掉的时候，你要花好大好大的功夫才能把它这种感觉后面的一个察觉察后面的 something 要丢掉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也是一段很难的一个过程。这是我现在在自己练习的时候的一个心得。你可以体会到你前面所讲的这几点啊，已经很了不起，所以恭喜你，因为你有做，你有去观察，你才会讲这些话。那我们一般人连这些体会这种分别哈，眼前是什么都不知道，认为是当然嘛，前面有这东西，不知道这个本身是个幻觉，是我们头脑在做，在抓一个东西哦。假如没有抓，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现在已经在那个边边了，啊，样样都有。哎，假如没有，我还可以硬做吗？你已经在做这个区隔，或是好难去放掉，好难不去抓，对不对？所以啊，不要急，不要急。你首先已经知道，哎，好像跟过去把它当作自然或当然已经不同了，就是差别在这里。而且你自然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叫做专修。你发现很多人专修，我们只带着大家打禅七好，完全就是全部把它放掉，全部集中注意力在一个点，有可以用专注也好，观想也好，带大家。哎，你回到生活中，你怎么去把它融合起来？很难吗？因为它不自然，是不是这样子？你把注意力摆到一点，跟你回到工作是两个世界啊。所以用这现在用轻轻松松的方法，有个领悟理解的层面，左脑的层面，再加上一些提醒啊，功课沉浮啊或什么，这样子才可以融合。就把24小时，晚上白天全部当作啊，当作修行，不费力，自然的自在的修行，这才可以融合在生命上、生活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啊，不要急，不要急，总是有一个切入点，有一天会发现你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又是个切入点，又是个出口，每一个角落都出口，因为你现在还有一个矛盾，我掉到这人间，觉察到什么东西，它本身帮我带走了，有一天会发现哪里也带不走啊，我也可以硬做啊，我还是可以硬做啊，但我清清楚楚在个在的这个层面，这时候没有事了，没有矛盾了，没有区隔了，很有意思哦，就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因为它比什么都简单，因为就是你加了个难度，所以你做不到，认为有矛盾。你要不想讲什么？问什么？有没有什么？博士好，我其实对于博士说的，从以前说的是我看过读书会听过，我是没有什么怀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但是我最近处于比较一个混沌的状态，就是因为大概一两个月前吧，我有次在静坐观想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真的好像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妄想，然后就怎么讲，就泪流不止，就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这世界真的是一个虚妄的。然后这个状态其实维持了大概两天，包含那天我后来又去看一个朋友的画展，我连走在路上想到这世界是个大妄想就一直掉眼泪。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过两天以后我又很认真的活着，活在脑的世界，然后每个进来我都很认真的去反应，所以有一点点像有点 perplexed， 就是觉得到底我是真懂还是假懂，我的脑子是不是不肯放过我。然后就在上个礼拜吧，我又在静坐观想的时候又突然来了，哎，觉得说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妄想，一切都不是真的，然后我的眼泪就又掉不停。可是这些时间维持很短，我接下来我又开始反应，哎，看电视我就
情不自禁就要批评一下，然后一批评完了以后，自己就说，哎，好像不该这样，一切都是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我不应该有反应。所以我现在就是发现我在彼此这个脑子跟心的挣扎的这个频率越来越大，然后我以为 supposedly 当我有这样的认知，理解到世界是个虚妄的时候，我应该更平静才对啊。可是为什么反而最近我觉得我的内心反而很惊涛骇浪啊，觉得说在拉锯，要平静，一切都是假的。可是同时我又反应很大。那当然我在这段期间我也有经历过，偶尔我觉得就像博士曾经说的，其实不是我们去找的，是那个觉来找我们，他来笼罩我。我可以感受到短暂的一段时间可以一念不生，一波不起。可是为什么接下来的日子我又活蹦乱跳的，这样子跟大家一样，反正你知道该反应就反应，不该反应的时候也要反应。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有一点点。反正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我完全相信很简单，我现在当然也不怀疑，可是我只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越来越觉感觉到什么，觉察到什么，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纠结。那当然哎，我也试着继续做沉浮啦，那我参事可能做的比较少，我想看博士能不能给我一个什么提点。好，很好。我还是要先恭喜你啊。也这就是个过程嘛，就是个过程，这必须要经过的过程。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被洗脑太透彻，你从生到现在都被洗脑，对不对？刚刚我们前面也讲了，认为这世界是真的，你突然有个体会这是假的，你感觉你头脑会放过你吗？不可能的。你几十年都在一个这种妄想的状况下突然体会，那前面几十年怎么去哪里了？所以这个矛盾呢，中间不舒服，感觉有个对立，都会浮出来。还有过去的业力，这时候会加快的浮出来，会再去责备你。你试试看，你不舒服了，再加倍的不舒服，更吃不消吗？这是个过渡，必须要过渡，因为你是不是光这一生被洗脑，上一辈子、上上一辈子，千万次被洗脑。你可以想这个重量负担多重，但是总是有个出口嘛，你找到一个出口，所以啊，这时候很轻松的。前面讲到这个 so hun I am， 这时候应该多做这方面的练习，用个正向的。不断的洗脑，不断的提醒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跟神从来没有分手过。I am， 没有叫你多做什么，就不断的 I am， 收恨，我在，就这样子。每一个瞬间，我在，就像一个疯子一样，我在，或者我，啊，你选一个就不要改，试试看。你只要讲我在，他已经做了一个反复的，回转的一个 trigger， 一个机制带动起来了，一个马达带动起来了。只要你讲我是谁 ，I am， 回答当时 I am， 他已经跟这个宇宙，跟这个全部过去的生命讲，我已经累了，我不想再继续了，就带着我走出去吧。你做下去，他已经有臣服的味道出来了，已经在肯定，就是现在你肯定不够大，所以还有这些矛盾。假肯定够大，就是一个人疯子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来不舒服，看的是幻想，掉眼泪，什么时候都不去管他了。这样子就是一种野蛮的方法走出来了，才会加快。假如走两步，踩一个刹车，再走一步，再踩一个刹车，就断断续续这样子。就看你的信心，你的信仰够不够？信仰够了，老早就醒过来了。就是信仰不够，所以还有好多矛盾可谈的。就这样子，
信仰大很简单，不费力啊，因为它不靠力气，不靠努力，没有什么，它本来就是你嘛，你就是一体啊，是你忘记了才那么多，对不对？问题其实就这样子。但还是要恭喜你，因为要不然你看这一生过去也许不可能会体会到的，就像前面讲的哈，也是看着突然知道好难呢，踩个刹车，因为我已经被眼前的东西被吸引了，恭喜啊，已经又看到另外一个层面了，知道不是那么坚实像过去想的，对不对？很多人他以为懂佛法，我们好多同事啊，好多朋友都一讲佛法什么都懂，不懂，一点都不懂，一点一滴都不懂，那是一种理论懂，是一种左脑懂，那个是还害你了，因为你认为懂，你就不用追求嘛，理论嘛，理论懂嘛，但是活不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在一个相对的范围，懂是个相对的范围，那这个绝对是自在，一个人像个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身份，这样讲来讲去就那么多。你看，我一直已经在重复自己了吗？啊，博士，我有一个自己的问题要问哦，就是你常在作品里就会提到说，这个世界对你来说，你看到的一切都跟你所知道的是颠倒的。那我的问题是说，我们一般就是如果体会到这个外在，我体会到某个东西跟自己认识的是相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弹。那但是我在旁边这样子，我都觉得就是说奇怪，怎么有一个人有办法就是说觉得这个世界都跟自己想是颠倒的，可是博士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任何反弹。我说完了。其实这个颠倒啊，还是个比喻，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讲颠倒的？颠倒还是左脑头脑在区隔，有一个正向，有一个颠倒的啊，这个现象，这都是最多只是个比喻，只是在表达全部我们这个人间所认知的知道的东西不存在，是假的，最多只是这样子。那一个人很有意思啊，就可以选择做个见证者啊，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啊，啊，也可以选择躲到一个角落啊，避开啊，不去跟别人去辩论啊，也没有什么好去分享嘛，听啊，不听啊，他有好多选择，但是没有任何选择也带来矛盾，就是这样子。所以矛盾还是一个头脑没办法解开，有一个他也不想讲什么道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一点矛盾，就感觉像个话剧嘛，你一边在走一边在演戏，一边在写这个 script， 中文叫什么，这个剧本，一边在写这剧本，很有意思啊，你又是演戏，又是 the director 在做，又是在里面是一个 actor， 怎么讲，演员不是在扮嘎囧吗？就这样，那演变到哪里也无所谓啊，因为不是你在刻意在做，是宇宙带着你做。虽然这样讲，每一个人还是有业力，他带来的业力，这一生带来的这个啊，他就是因为业力组合的嘛，他当然还有业力，这个肉体有业力，他像个圆圈、哎、一个波浪从海啸慢下来，他还是要活过他自己啊，等他走的那一天，他还是有这个啊，有这个身体嘛，有这个业力在反弹，在做，在不做，就他会完成他自己。在这个身体
想做什么也都是固定的，是注定的。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有点矛盾，一点矛盾都没有。你最多可以选择什么？放过。那你不选择放过也可以啊，但是你造出更多业力，是这样子。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个层面的不清楚？好，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我想请大家吃午餐哈，等会我可以用午餐的时间再讲。你们刚才有什么问题？刚刚讲的够不够清楚？还是有本来就不清楚，变成更不清楚？有些人有这种本事哦，我好像就有这种本事，我本来就听不懂，怎么出来更听不懂？本来懂一点，那一点都帮我推翻了。你刚刚没有让你讲，有没有想讲一下？好，大家好，就是觉得来这里，真的就像那个博士说的，就是新的感应，新的震动，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听不听得懂、清不清楚的问题，这样，对啊。那我就是还蛮好奇的，因为这是上一次读书会的时候，博士有说。就是蝴蝶事件，然后还有海豚事件，不知道就是这次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什么事件这样。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啦，就是每天睡觉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做梦，然后我都觉得隔天醒来好像没有在睡觉，然后头就变得很胀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是不是今天晚上回去就要开始练习那个 soul hand 这样。对啊，不然就是每天睡觉前我都有点压力，想说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一直昏，就是晚上头脑又一直很混沌的状态，就是白天已经很烧脑了，然后晚上还在继续运作，我都觉得我的头白头发越来越多，我的头好可怜这样。对，大概就这样。你平常手脚会不会冰凉？会。好，所以啊，接下来哈，那我们的新老师朱金啊，我们不要在这里谈。因为他啊、我稍微讲一下哈，就是有啊、交感副交感，你们都过去都讲过，中间不均衡，我们都在一个交感的过度刺激的哈、啊，过度刺激交感的这种状态，紧张 ，stress 很大啊，再加上过敏，再加上发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鼻窦炎。每个人都有鼻窦炎，就是重轻的问题，所以到某一年龄，我们其实呼吸都是用嘴巴在呼吸，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好多年，我们都啊不断的透过我们长庚生技，都在 promote 什么正确的呼吸，舌头顶到上面也是一样嘛啊等等等等，所以有方法解决。因为假如你做对了，马上手脚就会暖起来，一定会这样子的。那这个其他的功能呢、啊、都会改变。我常常跟别人讲说，头发会白也会黑，很多人不相信，是真的。睡眠多少不重要，睡眠要好。所以你说早上一起来会。好像很胀，或者那就是睡眠品质不好，都可以改善，这些都啊，我们都可以着手。好，回到你刚讲的蝴蝶跟海豚的世界，你们又被我骗了啊！上次好像在讲说，本来一本书叫《奇迹》，哪一辈子写的？现在不晓得，上一辈子，只是把一些这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现象，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很多coincidence巧合，好像该不该发生发生。其实我常讲说，没有什么东西，人生就是一个大的、小的、一连串的奇迹 miracles， 随时都奇迹。只是我们头脑会不允许你接受，不允许发生。我们头脑一定要有一个因果嘛，前面有因才有个果，
假如突然有东西插队，我们头脑会排斥掉吗？会把它排斥掉、拒绝掉吗？那里面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每一次像今天我们办这个读书会，就是还是从某一个层面不太想办了。我在讲我个人，感觉啊 ，why？ 我在跟上帝在讲话 ，why？ 需要做这个，但是每一次动这个念头，不管在海滩在什么，就奇奇怪的一些东西会发生，好像动物会来同情。蝴蝶啊，海豚啊，或什么小鲨鱼啊，什么什么，跑来这个老鹰啊、鳄鱼啊、鲨鱼啊，什么美国很多东西，小松鼠啊、狗啊，或什么会来想来讲话，或是一个陌生的人会来转达什么啊？意思就是说算了，还是继续了，大概是这样的啊。这也是很有趣，就是这个。假如你跟这个生命来共振，你爱护着生命，生命也会来爱护你。反过来，我们翻译了哈，这个另外语言。假如你真正爱神、爱上帝、佛啊、佛性，他也会回转来爱你。啊，这就是一个人信仰到一个地步，生死他都不怕，死都不怕。你说还有什么东西可怕？只是担心自己信仰不够，就这样子。啊，那早晚这本书也会出来，只是这个时点的问题，因为担心也可能造出这个误会嘛。很多人，我是根据有人会马上就问说：“这是你的自传吗？”或什么，甚至周边的人都会有误会，啊，有很大的对立。那你说我懒得何必嘛，对不对？其实我讲这个对立最大的人啊，看这些书，他最需要这个功课，但他自己不知道。那我说何必嘛，算了，下一辈子好了。所以我跟那个梦怡开玩笑，我说你就摆到一个保险箱，以后再说好了。等我人走了，也不是不，对不对？没有责任嘛，都会这样。好玩了，其他这些都没有什么重要性，都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好。